这样，这笔钱呢，是我准备用作你官升一位的礼金，请笑纳吧。胡大人，您这知道你要说什么？收不收，在你戚继光；送不送，是我胡宗宪。至于这笔钱用于何处，就与我无关了。屠灭倭寇，誓不回还。戚继光，此生必不负大任。